位观众朋友真欢喜你半时间收看这个节目。我前回有在甲咱提起，伊讲教会开始有分配无同款工作，啊，这个头一人就讲耶稣的学生，因要专心伫这个传讲福音的信息，然后对信徒的中间，因有选七个人。这七个人内底负责料理这些行政事务，确实这些七个人有要受选，底下有一寡条件，地讲大家人捌伊，啊，感觉伊是一个真好、真好的这种类似讲意见领袖，也是讲真正有好的信仰。啊，好的信仰就是伫倒位，伫圣神的充满。圣神充满就是在讲，因有法度，嘛是在帮咱传福音的工作哦。除了耶稣的学生以外，即选出来的人，因咪当倒脚手伫即个传福音的工作。比如讲，今仔日的教会有长老，或者是讲有执事，因咪当带什么带礼拜、带聚会同款哦。啊，咱来看伊在讲的第三项，就是爱有什么？就是讲爱有智慧。这个智慧就是讲，因真正会当帮助人去认识基督教福音的信息，去认识上帝救恩，这个叫做智慧。啊，伫在选的七个人，其实有两个人，因的名就留伫基督教会内底，一个叫做史提凡，一个叫做腓力。虽望犹阁有其他五个人，不过这五个人虽然有写名出来，却是伫后来教会历史的内面就真少真少，差不多会使讲无阁再提起。啊，这拄拄亲像早。其耶稣在讲，身躯边有近十二个学生，确实，这十二个学生真正有搁在伫圣经的内面提起着因的代志的无几个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真少搁在提起其他的人，像讲安德烈啦、啊，哦，安尼四个，啊，像。有出代志的是多马，啊来犹太地，因为卖耶稣，落尾地家己自杀死去。啊，多马知影圣经提起伊的时，地讲头一遍耶稣出现，予学生看的时，伊无相信，因为伊无在场。后来一礼拜后，耶稣为着多马，搁再出现一遍，予伊的学生看的时，多马。看一个惊一个，伊讲原来伊过去怀疑是真见效的代志，所以历史上就写到遮那嗲。毋过传说上传说，也是讲流传伫基督教会史内底有讲到多马，因为即个代志伊感觉真见效，伊自我放掉。伊就无甲其他的学生遐个同伴留伫耶路撒冷，伊家己自我放掉去到伫印度，所以将基督教福音带到伫印度的，就是多马。啊，这是后来咱通知历史上的安尼流传。毋过咱会当看见这七个人互选出来，有两个人是定去用提起的。啊，提起这个人就是史提凡，还有一个叫做腓力。腓力嘛是一个真会传福音的人，啊嘛真会组织管理的人。哦，这是腓力。后来咱通知这个史提凡的故事，哦，就真特别。咱会当安尼讲，本来真兴旺的耶路撒冷教会，今仔日已经失落找无，因为信徒拢四散。在迫害下面，信徒是四散。毋过，史提凡这个故事伫教会历史的内面，迄个影响赢过早期的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因为耶路撒冷教会落尾就散去，啊，就无去啊。哦，咱麦当安尼讲，伫
摩西带以色列人出来吉别时，本来大细项代志拢伊在料理，后来伊的丈人叶特罗有一边啊来访问伊，啊才发现讲伊实在是无闲气气，啊拢在处理以色列人中间大细细的代志，大大细细的代志。落尾伊家己讲安尼唔对，你得爱找什么？找人出来替你倒脚手。啊，要找出来的人内底，你得记有几个条件。头一个条件，就是伊真正是可靠，伊真正可靠。啊，伊有敬畏上帝。所以敬畏上帝的诚实的心，诚实的心，这个叫做敬畏上帝。啊，伊是可靠，可靠地讲，因为伊诚实，啊，伊特别接受什么？接受红包哦，咱得讲做贿赂，但来叫暴露，伊未去收这个暴露，收红包这种的代志。啊，那安尼呢，来得处理。民众中间的纠纷得公道，啊！摩西有听伊丈人的话，所以得设立哦，五十个人一组，一百个人一组，一千个一组，五百个一组，啊是十个人一组，啊每一个大组、小组拢有一个管理的人哦。咱来看，这是摩西时代演变出来，啊，到底使徒的时代，到底。耶稣过活了，伊个学生个时代，我有单讲讲信徒哪来哪济，超过一万人哦。差不多是超过一万人。早期个耶路撒冷教会，啊，我前话嘛有单讲，因敢若伫个帮战者个对国外倒当来送向艰苦个人，甲在地送向艰苦个人差异得真大。对国外回来需要较侪帮助，因为伊伫国内遮伊无亲人，啊是讲亲人是疏远的。啊，若伫本地遮的人，伊的亲人拢还佫伫本地，所以伊有困难较紧得到帮助。毋过耶稣的学生处理这個，那阵互遮的国外回来感觉受疏忽，后来。这个妄言出来，妄言出来对一个团体就会造成危险，所以初代教会就做一个决定，哦，因选七个人起来倒脚手，七个人内底有一个人第心人受提犯，你啊看我前话冇讲，因为有选七个人来倒脚手，啊，组织的人就哪来哪坐，因为什么？迄、那个特殊规矩，啊，受照顾的得到温暖，啊，就会去分享去团哦。去团内底人哪来哪坐，啊，坐地发生一件代志，什么代志？就是讲犹太宗教的祭司，请注意哦，祭司伫犹太教内底地位真高，地位真高，啊，嘛有这种祭司。走来加入伫基督教信仰团体内面，因为在这些有人走来加入基督教信仰的团体，对于犹太教的宗教领袖来讲，那是一个真大的见效。咱家己的人，可是有迄种社会地位的影响力的人，即个这些竟然去加入伫基督教信仰的内面。对因来讲，迄是真大的冲击，因为是真大的冲击，所以因就开始在想，要安怎赶紧阻止。基督教已经几万的人，因唔知是安怎，敢若讲耶稣过活，得几万的人去在参加。哦，对，开始的120个，然后发展到3000个，然后发展5000。外的啊，一直教，一直教，教到真超过几万个。啊，这哪呢落去？犹太教的宗教领袖讲，啊，咱得倒啊，因为连祭司得走去，啊，这是要安怎？哦，你来看，
这就是这些犹太教宗教领袖，因有一种危机的意识，得哪来哪管，危机的意识哪哪管，就要安怎来组织这个代志。佮我有甲咱讲过，这选开七个人内底，爱有信心的充满，信心的充满，就伫表示讲，因真勇敢，敢出来见证上帝怎样通过耶稣来拯救世间人。啊！耶稣已经死过我，足简单的一个信息了吼。上帝疼世间人，将耶稣就是上帝囝找到世间，啊，然后过我，啊，好信伊的人对伊过我。其实早期的传的就是遐简单，唔过遐简单得感动足济人，爱感动人，其实唔是甚物人敖讲话无。感动人是甲甚物有关的？信心在做工，哦，上帝家己开力在做工。啊，犹太教宗教领袖是安怎无这个开力？其实犹太教宗教领袖已经唔是伫宗教信仰在努力，因在努力的啥是一个政治利益，因为因有社会真权的地位，佮有罗马帝国，予因有迄个司法自治权。司法自治权伫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围墙的内面，所以因有社会真权的地位，犹太人社会地位。但是会记哦，这是政治。咱也注意，政治是伫讲利益，宗教信仰是伫讲诚实佮分享。诚实甲分享，唔是伫讲利益，利益是政治伫讲。啊，为着即个利益，伫政治上白贼的话拢会讲出来。古早是安尼，今仔日拢无改变。咱先讲到遮休困一下，再过来继续。我头先在讲算出来这个史提范，伊得真有迄落组织能力，啊，佮一项呢，伊有信心的充满，伊有法度讲出基督教信息的上中心的物件，就是耶稣疼世间人，死伫十字架，为着世间人死伫十字架，已经过活信伊的人会甲伊同款得到生命过活。个我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，所以人哪来哪济，即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发现，连祭司嘛加入因着惊，因为因着惊，所以因就去做一件代志，要安怎组织基督教继续发展落去？那要组织的一个方法，就是爱将遮个出来的。公开场所伫宣扬耶稣的故事的人，先啊抓起来，再来拍算。我因真正，你知影，我有讲过，因过去抓到什么人？彼得抓到约翰，但是落尾拢无法度阻止，因为什么？因两个有惊神迹奇事，会当医病赶鬼，啊，这的人拢伫因的目睭前出现，所以因真无奈。啊！即马即边因感觉唔对，因为有祭司加入，所以这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因就做一个决定，若无赶紧阻止这个代志，兼差咱犹太教会拄着麻烦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因就做一件代志，去买收人，出来做啥？做无诚实的见证，讲白贼。去买人来讲白贼，要将这个史提范先达抓开，因为史提范是七个人内底，亲像一个领袖同款，伊是一个领袖，啊，所以要甲抓开，啊，叫这个去用钱去买人来讲白贼的见证，就是要害这个害史提范，请咱来记摩西十条诫。上帝十条诫通过摩西教以色列人是教什么？第九诫讲未使做假见证陷害人。
袂使做假干净陷害人，这个真重要。啊，毋过宗教领袖佮刁工做假干净陷害人，这就是我伫甲大家讲真话，伫讲甚物？那是这种的，已经毋是宗教信仰，因为宗教信仰有一个基础诚实。啊，那是会白差，迄就是政治。哦，政治是真白差。你会记无？咱台湾过去有一个政治人物伫立法院真活动的，伊就讲一句话，讲政治就是骗术，政治就是一种欺骗的技术。然后，迄头一遍听到，大家拢戆去。不，咱哪看哪明，就是安尼。啊，这毋是今仔日世界各所在共款，真正伫政治上会诚实的，就甲亲像啥物？亲像在找到珠宝遐尼的困难一样，啊，咱若搭看这个史提凡是真做一个真勇敢的领袖，或者犹太宗教会惊，所以犹太宗教领袖就用钱去买人来讲白贼，啊，将史提凡搭抓开，抓开，讲伊的理由是啥物？爱甲伊抓的理由是讲。伊讲话谤读摩西甲上帝，诽谤摩西甲谤读上帝的神性。敢若讲谤读上帝即句话，得达底，得因有资格解判死刑。过来，因阁落去讲的话是讲啥物？讲伊好任圣殿的权威，好任圣殿的权威，所以大家赶紧将这个史提凡解除死刑。啊，咱得当看出去，这就是当时犹太宗教领袖处理的方式。我一直在甲咱提醒一项，伫宗教信仰内底上大的禁忌，第啥物？讲白贼。宗教信仰若是有欺骗作假的证据，这个宗教信仰就会发生一个问题。安尼，咱在来看讲，因在讲史提凡的问题，在讲什么？伊讲话诽谤摩西，伊讲话亵渎上帝。啊，第三项就是讲什么？讲伊反对有圣殿。啊，这个犹太宗教领袖，因会当存在，就是靠耶路撒冷圣殿，因为耶路撒冷圣殿是所有以色列民族、以色列人一个瓦壳的中心，这是圣殿哦。因讲史提凡反对圣殿，史提凡毋捌讲过反对圣殿，颠倒是耶稣的时阵有间谴责。讲恁利用圣殿的骗钱，这嘛是我一再讲，那是有欺骗，这毋是宗教信仰，那是有欺骗，常常是甲啥物有关系？甲利益，因为需要利益才会白惨嘛。啊，迄个利益，通常咱看到头一人就是权力，过一人就是啥物钱财。钱财利益、权力的利益，予人会想到欺骗。好，你啊看，因用钱哦，即个犹太人宗教领袖用钱去买人来讲白贼的话，要害即个史提凡。其实史提凡拢无讲到即个一切，伊讲想要改变因后伊的罪名，讲你反对，你讲话失。迄个侮辱摩西啦，吼，也是讲你讲话诽谤摩西，啊，你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摩西，互阮的教示，互咱以色列民族流传落来的教示。其实史提凡无讲这個，史提凡干在讲什么？耶稣已经过活，啊，毋过因听袂落去，所以后来就人讲。才会拿到钱做白贼的人出来做见证，所以因就想到一个办法，要安怎样来害死史提凡。所以咱达看基督教会延续，我有在讲基督教会延续一个真主要的所在，第啥物？
耶稣奉定十字架死，流血出来，定在十字架流血死。我也有跟他说孙教授，孙教授跟他说耶稣死过我，这样就出死刑。所以我们来看早期这些犹太人宗教领袖，他们就是用这种的方式，用这种的方式在迫害耶稣基督和他的学生和以后的信徒。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他们在害耶稣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他们也是在开那个犹太宗教领袖的会议，那个最高议会的会议的时候，他们就是用什么，也是去找那个人来做见证，说耶稣说一句话，说什么，说耶稣要拆毁耶路撒冷圣殿，然后要定把他起。其实耶稣没有说过这个，不过他们就调工这样说，这样我们就能了解这个圣殿在以色列民族的观念的里面，那是一个真神圣，不能破坏。不过我们能知道，我头先有在说波斯的王拿钱，因为他们的耶路撒冷圣殿去给巴比伦打入去的时候，整个耶路撒冷城拆毁，圣殿也放火烧，又拆到嘴鼓鼓。然后波斯在536年，西元前536年，皇帝出来拿钱，叫他们回去起圣殿，建连起来。后来耶稣入去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，就发现因这些宗教领袖就是用圣殿做一个外壳，就来骗一般的百姓。圣殿起得很漂亮，其实是用来在骗钱。耶稣在说什么？你已经将在敬拜上帝的地方当作是贼首。哦，当时人气得，所以为着这句话，为着这句话，因将耶稣害好死。啊，咱若注意再看后来这个耶路撒冷圣殿，在西元70年，请注意西元70年，罗马帝国的将军提刀带兵去，拆到嘴鼓鼓，拆到像今仔日要留一片西墙，咱一般改叫做靠墙。所以建筑物其实不是宗教信仰的基础，一个请咱会记，宗教信仰的基础在倒位？诚实的心，因为上帝看人的内心。若无诚实的心，任何宗教信仰的基础拢会崩去。安尼，咱来看，因在害死提反，就是用这个方式。咱过后回就会接续来讲，因安怎样处理死提反。咱今仔日讲到这个所在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上帝祝福你平安。